你会有被追杀的感觉吗？网络上当然是会有一些言论看了会有些难过，但是支持的人还有周围的很多亲朋好友，大家都给我蛮多温暖的，所以相信有大家支持，我会好好走下去。因为过程中有很多，不管是媒体人或者是其他朋友，大家都有给我一些支持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你的心情还好吗？心情还可以了，可以，大家今天风和日丽，辛苦了，可以吗？大家可以吼，不要再追我了，大家小心哦。谢谢，那我们就从这边走喽，